桌球选手林昀儒，不要紧张。据说近来这一阵子网络上讨论最高的那个讨论度最高的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听说你已经是台湾一哥，17岁的台湾一哥啊。首先，我当然要恭喜你说前一阵子在 T2 的钻石联赛在马来西亚站拿到男子的单打冠军嘛，是不是？积分颇晚，排名上升到世界第13名，所以下一步就是要准备我们的奥运了，是不是？那他有没有列入黄金计划？所以黄金计划里面对每一个球员都有特别的训练的计划啊，所以你要加油。我们希望你在东京奥运这一站替台湾争光。那也特别欢迎这个林学仪教授啊，一起前来。听说你很冷静。哎，爸爸评价一下好了，他不好意思自己说。他比赛完，跟对手握手，他赢了跟输了，对手不知道到底他是赢还是输了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大概就是这样。这样超级冷，超级冷静的。对。这个17岁有这样的成就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，所以东京奥运要拜托你了。好。